五个姐妹养活了30多口人，还有一个弟弟啊。当时是不是没有弟弟誓不罢休？慢慢点，你别把这个东西掉到这锅里面去了。掉不进去。放心吧。现在都一都宣传宣传，在这边哈。山东美食节哈。山东美食节啊。美食节。金刚镇的美食节哈。首富金刚鸡。哎，对了。哎，老板，你们这个就是一个摊吗？啊，对啊，这个感觉猛一看和打麻将一样，这么小就成一个团儿，你看啊，三缺一，对，哎，这还是啊，这个饼多少钱？三块，豆腐的呢？豆腐的2块，哎，这个手速哈，真快啊。你们姐妹几个叫名字有没有什么顺序啊？啊，就是各叫各的是吧？啊，这手真快哈，我还没看清楚，他已经弄好了。五个姐妹养活了30多口人，还有一个弟弟啊。当时是不是没有弟弟誓不罢休？前老人哈，他想法不一样。对对对，现在也是这样的。我的同学要了6个，老七才是男孩。奶奶爷爷全家哈。对对对，然后出来赶集赶会的时候，后边一串。跟老鼠似的。解释老奶奶爷爷不喜欢咱还女孩了，不好听哈。啊，对对对对，对，再不。老人说的。再不很好吗？对吧？姐妹五个。姐妹多了也好呢。对，五个人一起赚钱，就是平均平均分。对。啊。不会打架，分多分少吧？不打架，姊妹们多点少点都行。啊。我看当姐姐的干的活多一点是吧？啊，还错。哎呀，我要有姐姐就好了。咱得干姊妹哈。啊，这干姊妹，这干姊妹钱也不够分。我来，我都管好了。你看这个姐妹五个啊，老大、老二、老三、老四、老五，那个男孩，男孩是老六是吧？老六。啊，男孩是老六。这个饼一天能卖个7000块钱左右啊，你们算一下这个利润还是可以的。五个人说养活30多口人是一点问题没有啊，这是6个家庭，对吧？是6个家庭是吧？对。哎，6个家庭全靠这一个摊儿啊，人特别多啊。那边是熏豆腐啊。哎，老板你好。你好。来来，给我弄几个菜来。要哪一个哥？这个菜多少钱？多少钱？2块钱一份。2块钱一份、嗯、哎呀，好便宜啊！给我来份这个，给我来份这个，这是小鱼是吧？这咸鱼炒辣椒啊，咸鱼炒辣椒，哎，我的天哪，这么多吗？不要太多，吃不了。我会给多少钱？给多少钱？吃不了啊！嗯，再来一份这个，2块粉丝，哎，对，也是2块是吧？啊，2块钱一份、啊，量不要太多。好，可以。啊、吃不完，钱是照付的啊。行，还有这个，这个也是2块啊？也是2块钱的也是2块。啊。啊，你们的菜好便宜啊！这边地摊嘛。啊，我听说你们是姐妹5个加你1个，6个人。对，都喊我老六。啊，老六。5个姐姐，都喊你老六，那太好了，缘分啊！再加放香油，再来一个花生米吧。花生米。啊，那个是什么？那个白菜吗？是什么？那个是上的芥末。芥末。啊，不是这个。芥末，我给你搞一点。我害怕，害怕，我不吃芥末啊。哎呀哈，还有鸡蛋汤是吧？有。鸡蛋汤再来一份，鸡蛋汤多少钱？2块钱一份。2块钱一份啊，这是4个菜了是吧？5个菜不好听是吧？这边，随便你，要不送你一个。啊，不用，这可以啊，这来个鸡蛋汤，来个鸡蛋汤。好的，好，这个豆腐多少钱一份？熏豆腐也2块钱一份。啊，这熏豆腐也2块。好，来一份，哎呀。慕名而来的啊，姐妹5个，然后加一个弟弟，
怎么六个啊？辣椒，辣椒少了一点点，不能吃辣。哎，好，好嘛。以前是不要一个男孩不罢休是吧？我看那个情况是，这是弟弟啊，老六啊，是老六是吧？老六，老六，正儿八经老六啊。六哥，啊，多一个。老六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哎，哎，这个老六性格特别好啊，四菜一汤吃到中央，哎。全场两元啊，全场两元啊，三块的菜一个没有啊，全部都是两块啊。然后吃的非常丰盛，还有这个熏豆腐啊，主要是来吃这个熏豆腐的，没想到这边菜特别便宜，非常好吃啊，那种味道，就是以前80年代那种感觉。然后呢，你看这个菜，辣椒炒小虾，炒小鱼，花生米，粉丝。这叫海石花，全部都是两元啊，10块钱五个菜啊，非常非常的满足啊，非常非常好。这是在济宁的泗水啊，欢迎下次大家来这里品尝。